怎么莫老师又不见了呢？哎，该莫老师去化妆了，你看我还来不及卸妆了。实在太急了，一个节目哈，上去卸妆，然后马上换了一个衣服，还来不及。OK， 我们这样做广告。好，反正后面还有点时间。OK， 我再问你。我们讲讲这个 sponsor 跟这个我们的社团，今天来的最多的社团，我们看是谁，好不好？我们听说东北同乡会来不少，是不是？东北同乡会举个手来，举个手，啊，才两个人啊！哦，这边还有，哦，我知道这个广东同乡会卖了不少票，谁是向广东同乡会 Angela 买的票？举个手看看。没有。哎呦，那你们票都向谁买的？来，我们看还有哪些社团来参加。来，这位穿黑衣服的年轻太太，你是向谁买的票？哦，你们都是 Century 的人啊。OK， Century 这个人缘是好，他是我们中美众议的董事长，他是出钱出力，还要卖身啊，卖声音啊，刚才很卖力唱歌。好，我们再讲讲我们的 sponsor。 我们很感谢啊，这个去年我们演出完了之后呢，我就跟几个朋友稍微一聊一下，他们马上说 OK， 那明年我们继续支持。我们有王德王博士，王博士的公子应该是今天结婚，为了我们晚会他们改旗。哎，这是真的啊。还感谢我们吕志全吕委员。好，他到外面去抽烟去了，他这烟瘾太大了，每五分钟就要抽一支。来报下一个节目吗？可以报吧。好，下一个节目 We have a comedy skit for you written by 莫光远 Gary Moore. Please enjoy. 还有谁？还有168的版主，这是谁？郭鹏。郭鹏还有一个很会演演哑剧的小姐，叫什么名字？于小杰。哎呀，你们都知道了嘛，好好的欣赏。